嘿嘿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迷你世界中最贵的那个皮肤是哪一个吗？嗯，七年老玩家都没有见过。伙伴们，现在游戏中的皮肤一共有176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有人说最贵的是起点小圣，伙伴们错了。七年老玩家才觉得起点小圣贵呀。虽然现在起点小圣的迷你币是2017个，但是在以前，十年老玩家见过一个比它还要贵的皮。伙伴们，又出新特效了，评论区快去试试吧。一个手加一朵花，你的触发的是什么效果呀？但是根据迷你世界记载，老官方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起点小圣还要贵的皮肤，难道你们不想看看吗？七年老玩家都不知道，只有十年老玩家才知道，刚好我是十年老玩家。首先呀，伙伴们，这件事情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答案，我找了一下迷你世界最贵皮肤，找到答案那一刻我惊讶了，起点小圣只排在了第二名呀。伙伴们，我听说在以前的版本最贵的一个皮是一个定制装扮呀，那个定制装扮买下来要6000个迷你币，就是这个企鹅呀，现在在游戏中我们都找不到了，头上戴着一个皇冠的企鹅，它是7年前出现的一个皮，当时把它买下来要6000个迷你币，而起点小圣只要2000个呀，所以它好像才是最贵的皮。